标题，他因帮父亲还债，19岁嫁给70岁富豪，如今债务还清却一脚踢开。他因帮父亲还债，19岁嫁给70岁富豪，如今债务还清却一脚踢开。我们都知道，对于爱情来说，可能是不分年龄的，其实对于这些很多人都看得很淡了，都是老夫少妻的情况。然而对于他的情况，真的可以说是让人们觉得不可思议。他叫做何奥尔，曾经参加香港选美模特选拔，凭借自己性感的身材、五官的精致，担任过主持人、模特还有演员，可以说是很厉害。其实他的家庭背景是很强大的，父亲是做生意的，他也算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白富美。后来他的父亲生意失败，欠下了巨额的债务，就是因为这样一件事情，让他的人生有了很大的转变。那就是他的父亲把他嫁给了70岁的富豪，就是因为想让他帮助父亲还债。然而19岁的何奥尔嫁给了70岁的富豪，是能够帮助自己的父亲还清债务。他嫁的富豪叫做林建明，曾经和100多名女子传出有关系，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风流人物。但是对于何奥尔爸爸这样的做法，真的有种虎毒不食子的感觉。但是债务还清之后，何奥尔却一脚踢开。We'll be right back.